哎，我觉得这样很像去日本，我想要坐飞机出国、哦。好，赶快来看一下 Kiki 的上衣，也是这一次热腾腾的新品哦。那这个也是凉感，我觉得这一季出了好多凉感，那弹性质料都非常的舒服，是凉感的，夏天穿得住。如果你想要跟 Kiki 一样这样有点正式又显瘦的话，你可以选择黑色，尺寸到 XL 的人都可以驾驭。其实重点是我身上的裙子啦、啊，这条裙子真的卖超级无敌好的，大家加单加到疯掉哦！因为 Kiki 想要穿的比较正式感，比较显瘦一点点，我这一次选择了穿 S 号，你有看到吗？侧边呢，这两侧的车缝线，所以往前车，所以面向也只有这里，所以非常显瘦。以及它的刷色的部分呢、啊，都是前面这边为刷色，但两侧是深色，所以看起来正面都是瘦的。那再来呢，它的尺寸的部分有 S 到 2L， 腰头的部分你看 Kiki 穿 S 号，腰头的部分还是做松的哦，只在臀部的地方会穿的比较合一点点。那原则上还是照原尺寸购买，只是又是做那种不修边的，穿起来真的很好看。也是在 Kiki 的热卖追加区哦，如果你们有喜欢，赶快再去加单，跟 Kiki 穿一样，立功好不好？好，拜拜了。